卫冕者林淑婷歌声背后的真情故事。比赛到现在好像都没看过你家里人来哦。其实我是寄养家庭，所以我跟我妈妈差不多十多年没有联络。那现在有没有想要跟妈妈说什么吗？妈妈，虽然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要叫你姐姐，但是我知道你有苦衷。所以你很期望妈妈来吗？个性倔强的林淑婷是否会坦然表达心底对生母的情感呢？